蜻蜓真漂亮。蜻蜓，蜻蜓，蜻蜓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要到哪儿去，蜻蜓？蜻蜓，你在哪儿呢？哇，你在这儿！我能倒立。我不知道还能做这个，这功夫真棒，太好了！哎，小熊猫，小熊猫，你可得看看，小熊猫，现在让你看看我的功夫。真棒，看呐！哎呀，你看，哎，多好啊！哎，棒吧？你想再看一遍吗，小熊猫？我太忙。你就知道在太阳底下打瞌睡。我闭着眼睛思考呢。肯定小龟会喜欢我的功夫的。对，找小龟去。小龟，小龟，小龟，你一定得看看，你看着我呀。哎，快看吧，怎么了，小狮子？我能做一个技巧，你看，我做一个技巧，来，一起，好不好？哎，看见了吧？看见我的功夫了吗？非常精彩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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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呢，你看呢，你一定得看看我，小龙。哎，小龙，小龙，你一定得看看我。干什么呀？我正在锻炼呢。你看，你都给我捣乱了。我能做一个很棒的技巧，你看。哎，你看着啊。哎，起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好不好？一二三下，好不好，小龙？啊，你愿意我再给你做一遍吗？我正在锻炼呢，你不要打搅我好不好啊？真是的，他们那么心不在焉，我还以为他们会说好功夫，小狮子呢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功夫。我应该进一个杂技团，杂技团。哎，等一等，对了，我要练到能表演一整台杂技。嘿。哎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快来看呐！来看小狮子杂技团的首场演出，快来看呐！我希望演出小狮子杂技团。我的训练计划还没有完成呢。哦，欢迎大家来看小狮子杂技团的首场演出。我还好多好多事要想呢。欢迎光临小狮子杂技团，这是杂技演员小狮子在表演。哎，看好！哎，起！我已经看过这个了，小狮子。谢谢小狮子。就是这两下子呀，好像是。现在小狮子杂技团表演后翻转圈。哇，什么？了不起，小狮子！现在，哇，好，小狮子单手倒立，单手倒立。太棒了！哇，小狮子太棒了！小狮子杂技团可真棒。太精彩了，小狮子，你真是太棒了。我非常想加入小狮子杂技团，行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想，我也想。可以叫个小熊猫小狮子杂技团。我叫小龟和小狮子杂技团吧。你们都想加入。叫小狮子和小龙杂技团怎么样啊？你们都想加入小狮子杂技团是吧？我们想，我们想。可你们谁会表演杂技呢？哦，不会，不会。我不信，我就不能演杂技。切，谁要参加他那个傻杂技团呀？切。哎，有了，耍球要容易得多。我只要扔，扔。平衡的技巧，哎，稳住，哎，只要多练准行。现在绳子倒是系紧了，可我怎么上去呢？我在旋转，做个旋转的技巧，我是旋转小龟。我是晕头转向的小龟。如果我要是把这个盘顶在棍子上，然后就神器。
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这样可以表演魔棍了，小狮子肯定会喜欢这个的。嗯，好。嗯，好。怎么，你们都刻苦练习了吗？让我来看看你们有什么功夫好不好。我先来，现在表演顶球。哦，天哪。哎呀，小熊猫，哎呀。哎，小熊猫多好的平衡功夫啊。我再来一次。小熊猫，小熊猫下来了，干嘛呀？下来吧。好吧好吧好吧。看小狮子，我练得可苦了，慢慢旋转。哎。哇。哦，真好。哇，太棒了。哇，小龟。真棒啊，真棒啊！看我的，没想到小龟转的真棒，真棒，真好！我要把一只木棍变成一朵玫瑰花，神奇！小龙，小龙，多可笑的魔术啊！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！没有按原计划进行。我们能参加你的杂技团了吗？当然，今天晚上是咱们的首场演出。耶！来呀来呀，大家快来看呐、小狮子及其伙伴的神奇杂技团。首先，为您表演的是独一无二的顶球小熊猫。小熊猫，看你的啦！看我的！你们将看到的不是一人，不是两人，而是三人表演杂技风圈。太棒了！我也来一个，我也来一个，我也来一个！太棒了，小熊猫！现在是神奇魔术大收场。